如何自动对焦？在自动对焦的时候呢，假设物体的高度是这个，那我就把这个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，会出现一个红点，开机之后机器上会有一个红点，在表面放上一个卡片或者是白纸，让它方便对焦。然后呢，按下这个对焦按钮，直到它完全停止不动作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可以雕刻了。